黄夏慧小姐，大家俾热烈掌声欢迎黄夏慧小姐。好，你 B B， 阿 Philip， 你唔好走开住啦，系啦 ，OK。咁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咧，冇办法啦，借住呢个舞台咧，就顺便咧仲有啲宣传啦。哇，电影《夏慧传》咧就准备拍啦，系咪先？咁阿 B B， 我想问问啦，你对拣你年轻嘅黄夏慧咧，有冇啲咩特别要求咧？梗系要身材好靓啦，系咪？即係要仲要嬌俏玲瓏，即係你覺得你自己身好矮啊？係，即係要高啲啊，定矮啲啊？矮啲都要矮啲，同你差唔多。似我嘛？哦，咁樣嘅好。咁另外咧，我想問問咧，拍戲嗰陣時候咧，嗱，我知道未開拍啦，咁啊，但係咧，佢係你老公嚟噶嘛，年輕版嘅，你會唔會覺得有少少中鮮肉嘅感覺？唔係，佢太後生噶，佢太年輕。我老公好老噶啦，而家。咦，你唔夾寶喎？我八幾歲㗎啦。OK， 好啦，唔講咁多啦。不如咁啊，夏慧姨，將你嘅神咧就送一句祝福語俾我哋在座嘅所有朋友先，好唔好？都係嗰句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好嘅。咁啊，不如咁啊，除咗有情人，即係我哋有時唔係淨係講情情塔塔嘅，又講幾句咧。新年快樂啦！大家身體健康啊，心想事成。想嗰樣有嗰樣，好咁好啦，咁啊 B B 將個成交俾你好冇？嗱 ，B B 唱完歌之後嘅聖誕咧，我哋會又請翻財神上嚟咧，有禮物送，有嘢玩嘅，好啊。不如咁啊 ，B B 將成交俾你好嘛？好啊，歡迎我哋又將成交俾你。O K， 請俾掌聲，下位 B B。係啊，情怀情，同追忆花月情。
为情恨字。